看着车潮人潮来来往往，我却不知我该走向何方啊。不知不觉走进了捷运，看着大家匆匆忙忙的脚步，你们是正准备要去上班呢，还是已经下班要回家休息了呢？哎呀，想那么多也没有用，还不如先回家吃饭吧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好，我要买刮刮乐。金兔奖几号？几号啊？有没有几号可以挑啊？19号。啊？然后再来一个，啊，再一个58号。58号。两张。各位买了两张刮刮乐，一个是200块的，一个是500块的。那最近手头比较紧，先买个两张来试一下，看会不会中奖喽。来开刮，先来刮这个好运连发，开刮啦！好运连发上次刮了都没有中，这次我们看看能不能爆头哦。哇！没有，哇，区，没有两个发，第三个是不是发？不是啊，没有啊，没中啊，来玩游戏二，好运连发，哇，来个旺财，吉，福，没有发，哇嘞。我是不适合玩刮刮乐，最近受偷情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啊，又没中。游戏三是三个数字八，就连线就有中喽。哇嘞，没有，两个八，3个8，来个四要干嘛？哎，又有八，这边八。啊，再来个五，再来，这边还可以连线，哇，又是四，没有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连线八，五，哦哟，再来游戏四哦，欸，玩这个没有中哎，这很难中哎，好运连发太难了吧，数字八，哎，第一个就是八。第二个数字一，再来四，我要八啊！哦，有中心点有八，中心点是八，拜托这个连线吧，七啊，没了，区。啊，各位，这张200块的好运连发，不意外的又共估啦。下一张，好啦，各位，我们来刮第二张500块的金兔奖，来啦，开刮啦！刮中两个金相同金额就中奖喽，刮刮看，两个相同金额，100，不会吧？200，哦，我天哪！好累哦！再来第二个是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即得该奖金。三个相同金额是吧？5万，很好。200，不好。300，不好。1万，哇嘞！这是什么？两个5万，再来一个5万。没了。这边还有一个300。没了，哦，再来是这个刮出一个金额即中奖，一个金额就好，500，让我回本吧，000。下一位这个翁来刮出
三个相同符号，即得该奖金。三个相同符号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三百万？怎么可能？三个相同符号啊？什么钻石？一个钻石，两个钻石？难哦。哦，又共估啊！哦，不要这样子吧。好了，这个最后一个兔子啦。挖出幸运号码，再加上我的号码就中奖了。幸运号码是三号、十二号，13跟12是我的幸运号码。拜托，拜托了哟！有13号多少钱？100块。还有没有？01，我不要01。04，我也不要04。11，不要这样子对待我，我要13跟12号。天哪，目前只有100，不要闹了吧，13跟12啊，拜托，我不要06、08、02。什么时候中100？可恶啊！老板，我要买2000块的。老板，2000给你，谢谢。那你怎么打的？我要去报仇啊！可恶啊！好了，刚一气之下，也不是一气之下，刚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买了个2000块，刮刮乐。我们来开刮。来吧，先从游戏页开始刮，三个相同金额就中奖，2000块了，我其实很紧张啊。5000、1000没有，三个相同金额，10万，不是啊，不要这样搞我啊！什么200？我不要200。再是什么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不是100万。Oh my god！ 哎，早该捡了。游戏二没有中，游戏三一个金额就中奖，来吧，一个金额000。哈哈哈哈哈！不会吧？啊，游戏二也没中，换游戏四。游戏四是一样，发出一个金额就中奖了，拜托啊！拜托啊！游戏四给我中奖吧！000。游戏四也没中，再来换游戏八，幸运号码对上我的号码，我的幸运号码是什么啊？完蛋了，我现在好紧张。幸运号码25号，25跟24号，25跟24，25跟24，23，我不是23啦，18。我要25跟24，16，17，我现在连刮4个地方都没有中，是正常的吗？这样正常吗？啊，各位换游戏6吧。有刮出一个金额就中奖了，刮出一个金额，啊金额嘞，啊金额嘞，000，又是000，不会这张公布吧？连刮了五个地方，目前都还是公布，再来，我的号码要大过对手的号码38。
对谁？四十二。对，四十九。四十九对谁？五十三。没有。再来是四十号，四十号对上谁？四十三号。再来是五十号，五十号对谁？五十一。好啊，偏偏要多我一个一啊。四十四号对谁？四十八号，有没有中啊？啊，天哪！再来游戏屋。刮出两个金额就中奖，两个金额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个十、百、千万、十万、十万，啊，天哪！好啊，没意外啊，没意外啊，也是没中啊。再来，我的幸运号码对上，幸运号码对上我的号码，最后了。各位，我好害怕，零三跟零九，各位，以后可能你们看不到我了。零六，零六跟零二，我要零三跟零九啊，零五，还有零零七，各位，永别了。我的刮刮乐生涯就到今天了。零四，你没有。零一也没有。啊，就这样共估啊。两千块在短短的五分钟就花光了。老板，这张共估还你吧。拜拜了，有缘再相见了。各位，今天刮了一张一百，一张五百，还有最后冲动之下刮一张两千的，也是没有中。五百的话有中一个一百块的安慰奖。今天总共是做了两千六的公益，那再加上上次的900块，现在总共是负3500。各位再见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按一下订阅吧。各位拜拜。